大家好，我是朱迪啊。今天我有一个难题，因为呢下周林口全个林口都停水啊。我想请问一下观众们，如果停水的话，是不是每一个社区都有足够的水的用量给这个居民去用的呢？有一些客人说不要洗衣服就可以了，真的这么简单吗？那要知道夏天没有水洗澡好大镬的嘛。因为他说第一天的早上9点到第二天的早上8点会不会延迟的呢？如果在洗澡的途中满身都是包包，然后突然间停水，怎么办呢？真的没有经验，大家在下面留言吧，拜拜。